珠宝柜台，顾客众多，人来人往，不经意间黄金饰品不翼而飞，是谁蒙蔽售货员的双眼？又是谁带着黄金消失在闹市街头？侦查人员顺线追查，现场影像又将引领他们去向何方？消失的黄金，天网栏目即将播出。2009年2月16日，湖北省襄樊市市中心的一家超市正在正常营业，此时正是午餐时间，超市里的顾客并不多。当天因为是12点多，正好是那个中午吃饭时间，中午吃饭一般都是一个柜上都一个人吃饭，另一个人看柜。12点40分左右，珠宝柜台的售货员魏某刚刚吃完午饭回到柜台。当时三个柜总共有4个人，正好我吃的比较快，我吃了刚过来，然后我们都两个人在2号柜站，在黄金柜站的，就都有顾客，同时来了几个顾客要求那个看戒指。看见有顾客光顾，魏某和同事热情地向他们介绍着商品。有一对说要结婚，看那个铂金首饰，然后就在介绍，然后都提到那个价钱问题，能适当优惠点吧，我就过去了，我们两个都在跟他说。此时离这对青年男女不远，还有几位顾客在珠宝柜台前流连。不一会儿，一名顾客走了过来，胖胖的一个男的，然后叫我们他买东西，然后指导让我过去。我一看这个女孩没有接待顾客的，还在这边站的，我就叫他，我说那个你到那边有顾客买东西。1分钟后，又有一名男性顾客走了过来，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瘦的矮一点的，他过来拉着我的胳膊，他哎营业员，我到这边买个戒指。然后旁边跟我一个班那个女孩就说，好你去吧。珠宝柜台的售货员都在招呼着各自的顾客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与此同时，距离珠宝柜10几米开外的烟酒柜台里，售货员林某正和同事在聊天。然后当时他们是总共3个柜台，3个柜台都有人看珠宝，金子、银子、铂金、黄金都有。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令林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然后就发现有几个人在那个黄金项链的那个位置，突然把玻璃抬起来了。然后就把项链一盘一盘的往自己包里拆，然后拆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。